被催着拍续集的几部影视剧，赵丽颖独占两部，哪部是你期待的？《楚乔传》你一定看过，但这部剧的故事只拍了一半，秘知结局的让网友们欲罢不能。《花千骨》最经典的师徒虐恋，从开始的甜宠到后面命运弄人，花千骨和白子画师徒两人相爱相杀，结局花千骨为了阻止战争，还师父白子画青玉牺牲自我，看哭了不少的观众。这部剧太悲惨了，最后大结局也不尽如意，所以很多人都希望有第二部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阿凡达这部电影相信很多人都看过，十年过去了，第二部还没有等来。不过有消息称阿凡达第二部会在2020年上映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恶作剧之吻总共出了两部就不再拍了，因为原漫画就是画到第二部没有了下文，漫画作者不幸去世了。